今天店里店休，没有人给我们做午饭了。听说今天叶萍姐要大展身手，给我做一顿好吃的。不知道她今天要去做什么，我们去看一看吧。今天休息嘛，啥都没有，我就翻箱倒柜找点这些东西出来。今天要做重庆鸡公煲，今天有口福喽。哎，我今天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。今天嘛，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，还有跳跳子，然后你看够不够？够。然后就这样哈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糖芒果。嗯，好嘞。哦，还有放点鸡蛋。平常稍微做加火锅，倒进去，芹菜一块倒。哦，颜色真好看。嗯，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菜炒一炒，把它那个菜的甜味儿先让大火给炒出来。待会儿我们的那个烧鸡精那个调料也挺大的味。大概炒到这个样子哈，这个菜的鲜味很好，就先加水。你觉得是吗？哎呀，这菜真的好。Later。煮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哈。嗯。继续深点一点。葱。好嘞。出锅喽。加咖喱。哇。已经准备好了，哎，呀，好嘞，开吃吃吧。哇，拍中华料理好吃，拍中华料理好吃，过瘾，太过瘾了。好，吃，加油，今天把钱干完哈。嗯，交给你了。今天又是不能减肥的一天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吃完，明天再减。是的，我吃辣东西喜欢加点醋。嗯，加醋真好吃。One hour later， 吃完了。吃撑了，对，超撑啊！哦，这么多料，我还说吃不完，真的吃完了，越辣越好吃，有啥？哎，太好吃了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